护持台湾救狗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，划拨账号500016766，500016766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8-660，012-001-198-660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浪浪一个温暖的家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心底不少空少的，人人若把心底伤，世间皆成清净地，少的少的少心底，心底不少空少的，人人若把心底扫，朵朵莲花开心底，朵莲花开心底。是金福是末世人
心已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菩提本无树，迷津已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001205666，012001205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胡乱滋补的恶果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，渴望健康的身体成为了民众最强烈的愿望，各式各样的滋补品因此也成了众人炙手可热的畅销品。二姐，大姐最近的气色很不好，她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不如送些营养品来滋补她一下的。是啊，医生的压力原本就很大，而我们大姐又是位女人，她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不过大姐她从来不相信什么滋补品的，所以还是不要买这些东西给她好了。不会吧，她本身就是医生，应该知道滋补身体的好处，怎么会不接受这些滋补品呢？今天就听我的，给大姐买一些，我就不信她还能扔了不成。小弟说着便朝那些柜台走去，柜台里摆放着干海参、鲍鱼、鱼翅、燕窝、海马以及冬虫夏草等高档滋补品。购买好后，姐弟二人拎着滋补品走出了商店。这时候一位学佛的师姐看到了他俩手中拎着的滋补品，然后皱着眉头：你们买这些东西要做什么呢？买滋补品当然是为了滋补身体，让身体变得健康强壮啊，难道滋补品还有其他别的用处吗？这些生灵是因为什么而被杀死的呢？他们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而丢掉性命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他们丢掉性命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正因为你们认为这些生灵有滋补身体的功效，所以才会导致那些贪图钱财的人将他们捕捉宰杀，然后做成滋补品卖给你们。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些生灵因此被宰杀会有多大的怨恨啊？他们体内积聚了那么多的怨恨，哪里还有什么滋补的功效？你们食用后不但不能强身健体，而且还会起反作用呢。你是学佛的吧？嗯，没错。我就知道，也就学佛的人会说出这种奇葩的观点来。姐，不要理他，我们走。为什么世人都迷信滋补品的功效，而不相信佛法呢？哎呀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姐夫，听说大姐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我们特意来看望她一下。是啊，我们还特意给大姐带来了一些滋补品呢。你们还是将这些东西带走吧，你们的大姐可是最反感这些东西的。是谁来了？哎呀，是你们啊，今天你们怎么有空来玩啊？大姐，听说你身体不太好，所以我们特意来看看你。是啊，大姐，你最近感觉怎么样了？有好点了吗？我没什么大碍的，我想只是最近工作有点太累了的缘故，休息几天就会好的。大姐，只有休息可不行的，你这身体得好好补一补才行。你看，小弟给你买了那么多的滋补品。啊，小弟，你给我买了这些滋补品？
是啊，大姐，现在很多人都服用各式各样的营养品，这东西既有营养又能强身健体。大姐，你的身体太虚弱了，得好好补补才行的。那些滋补品根本不可能让身体变得健康强壮的，而且还会给人体带来非常大的副作用。你看吧，我就说大姐是不会要这些滋补品的，这下你相信了吧？大姐啊，你不会也认为是我们伤害了这些动物，所以吃掉它们的话，它们的怨气会在我们体内不断积累，从而伤害我们的身体，是吗？哦，这些话你是从哪里听来的呢？我们从滋补品卖场出来后，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姐，这些话都是她说的。大姐，你不会也认为她说的是对的吧？小弟，我见过很多病人，他们的病因可都是和滋补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。大姐啊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没错，前几天我刚看到一位乳癌的患者。医生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为了保住你的性命，现在也只能将你的乳房切除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难道这真的是因为那些补品的缘故？哦，你说的补品是什么啊？你平时经常服用补品吗？人家都说长期服用燕窝雪蛤能够美容养颜，因此我连续吃燕窝雪蛤也有3-4年时间了。当时有人说我这样做不但补不了身体，而且身体还会变得更糟糕，因为这些动物的怨气会积蓄在体内，最终会让食用它们的人受到果报。和我说这话的人学佛，学佛的人总会说那些因果报应的事情，所以当时我根本没有听进去的。难怪呢，这么说来，你现在的病情可能和你吃燕窝雪蛤真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医生，你不会也要说我这是遭到了因果报应了吧？我是医生，当然不相信什么因果报应，但是我知道燕窝雪蛤等营养品之所以能美容养颜，都是因为其含有雌激素，但雌激素并非人人都可随便补的，这些东西真的会增加罹患乳癌等肿瘤的风险，特别是那些有家族遗传性患者，使用后风险更是会增加的。早知道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，我何必要服用那些滋补品啊。女人喜欢购买能够美容养颜的滋补品，而男人更是为了让自己身体强壮，购买一些滋补品。老弟，今天我请你喝一杯上好的补酒。哦，老哥，听说你特别喜欢自己泡制补酒，这次你又用什么泡制了补酒呀？哈哈哈哈，你看这酒怎么样？啊，老哥，你这坛子酒泡的东西可不少啊。当然了，这样才最滋补身体的嘛。你以前泡的那坛子鹿茸酒呢？都喝完了吗？当然了，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喝这坛子酒，来，你尝尝，很来劲的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不要喝了，这些东西看起来真是太可怕了。可怕？这有什么可怕的？要知道这些东西可都是滋补身体的名贵药材呢。老哥，你怎么会突然病成这个样子呀？别提了，或许我真的是遭到了报应。啊？你怎么会这样说呀？曾经有一位学佛的朋友劝过我，他说这些生灵被我浸泡在酒里后，他们的怨恨之气便会沉淀其中，我喝下去的
是这些生灵的怨恨之气，长久下来必定会生病的。老哥，你怎么也信这些呀？过去我也不相信这些，可结果呢，我现在住进了医院。原本我以为那些补酒能让我的身体变得强壮，可谁曾想一到晚上，我的肚子就阵阵绞痛，而且我经常梦到一些生灵在我肚子里不停地挣扎，在向我索命呢。老哥，这不会是真的吧？莫非你现在的病真的和那些药酒有关？当然了，他的病与和那些药酒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。医生，人家都说这种滋补酒喝了以后强身健体，怎么还会生病啊？他这是补阳过急而损伤了身体的元气，导致阳气衰竭，以后千万不要再喝那种所谓的补酒了，它并不会有强身健体的效果。这么说，那些保健品、滋补品的效果都是骗人的？没错，买滋补品的人总是鼓吹这些产品对身体有益，很多人却都因为大量食用而吃坏了身体，甚至还有人因为吃太多鸡蛋而住进了医院呢。天哪，看来所谓的滋补品真的不能乱吃呀。对啊，原本是为了强身健体而吃滋补品，可谁曾想到这些补品不但没有让身体好起来，哎，反倒越来越糟糕。如果当初听我那学佛朋友的话，我也不至于来医院了。学佛的朋友？是啊，他曾劝我不要再服用所谓的滋补品了，他说这样下去会害了我的，还劝我跟他一起学佛。当时我根本听不进去他说的话，依旧继续服用滋补品，结果最终住进了医院。或许这就是那些学佛人所说的报应吧。或许这就是那些学佛人所说的报应。像这样的病人我见过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这种滋补品我是不会吃的，你们也不要买这些东西了，更不要吃这些东西，因为他们会伤害到你们的。这些生灵因为所谓的滋补功能而被宰杀，他们体内真的会积聚太多的怨恨，所以他们哪里还有什么滋补的功效呢？人们食用后不但不能强身健体，而且还会有反效果。那些学佛人说的没错啊。